是 Kiki 许佳琪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，就是如果前一天晚上熬夜的话，但第二天发现，哎，气色好像还是很好，脸也不肿不起痘，那么是不是就是早上独有的快乐？我最近几天呢，起床照镜子，我也发现自己之前熬出来的这些小干纹都没有了，而且呢，这个脸也变得通通的，比较紧致，就是感觉自己的皮肤状态好像越来越好了。所以啊，今天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早起快乐秘诀。当当，就是这个修丽可的 CE 经典抗氧瓶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抗氧的重要性吧？像我们女孩子呢，平时都会比较关注自己的皮肤状态，而且我作为艺人的话，也是经常要上镜，所以呢，就更需要有一个健康维稳的皮肤来给自己，还有大家展现出更好的一个状态。我以前呢，就是比较简单啊，单纯的用一些抗老的产品，但是后来我就被很多姐妹们科普过，之后呢，更加关注产品的抗氧化的能力。因为抗氧化其实就是给我们皮肤的最底层的一个保护层，把很多的肌肤问题呢事先给解决了。后续呢，如果叠加那些美白啊、抗老啊那些保养品，才更有效果。像我平时经常熬夜，然后又是经常带妆，时间会比较长，这是我最常见的问题嘛。但是用了这个 CE 的抗氧瓶之后，我就会发现这个皮肤反而会比之前稳定细致很多。而且呢，我平时是在早上使用 CE 精华，用完一段时间我就会发现，哎，我脸上好像没有那么暗黄了，而且亮亮的，很有光泽，这整个皮肤就是散发着一种健康年轻的状态，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好，水水润润的。而且它闻一闻里面还会有那种健康的药味，哎，吸收的非常的快，像我每次上脸都是非常的容易抹开的，吸收也很快。之后呢，就是再涂这个乳液啊、面霜啊之类的，就可以安心的美美的带妆一整天都不会刮，而且到晚上也不会暗沉。像我平时也会比较关注护肤品的成分，像这个 CE 的抗氧瓶呢，它是含有左旋维 C、维 E 还有阿魏酸，它各个成分的比例是经过研究去达到整体效果的最大化的，而且可以算是黄金配比了，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呢提升整整8倍的抗氧能力。好，这一款呢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熬夜的神仙单品。以后呢，如果我还会有新的觉得好用的产品呢，也会陆续的分享给大家，也会跟大家慢慢聊其他我的护肤秘诀哦。拜拜。小红书。